间跟妇联联通问这个门店来，我现在已经到门口了。对。哎，好嘞，啊。啊，大概多长时间呢？好，行，我在门口等您啊。哎，再见。啊，我跟您说了四点，我想应该怎么办的？行，没关系，我等您吧。啊，行，别着急，好吧？啊，好，就这样。